位正是受比丘戒的汉族僧人。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诸天子，诸我天古，说业，说报，说行，说戒，说喜，说难，说住三昧。诸佛菩萨以夫入世，说我，说我所，说众生，说贪嗔痴，种种众业。而实无我，无有我所，无所作业，六趣果报，十方推求，悉不可得。这段是讲的业报，业报，业报是怎么来的？例如说我们作业啊，作业啊，但是这里头有善有恶，但是什么来支配你作业？主导你作业的你要了解是什么主导你作业的。如果你来听经，有个主导，什么主导你来听经？你现在是人说，咱们现在讲的不是人说，是古说。你相信吗？这个古能说？如果大家都坐下来，咱不说，请古说，咱这古能说不能说？那请庆说，庆能说不说？能说不能说？为什么？咱没有这个业，没有能闻的这个业，没有能闻闻于所闻，他古能说，因为你没这个业，古不说，古也没有这个说的业。在咱们这一段都是古，都是古说的，先讲这个业，业是因，没有听古说，听个老和尚说，那老和尚的业，说的业，这是善业啊。说你这儿来听，你有听的业，没有这个业你听不到，或者这一座的业没有你听不到，脑壳痛了来不到了，要去看病去了，你听不到。看来是古来人说，一饮一啄，无非前定的业因。这杯水到这儿来是给我喝的，将近喝的。嗨，我嗓子不干，这个液没有，我就没有动它。哎，那天这嗓子干了，液来了，液来了就打开它喝一口。不论大事儿小事儿，古人说一饮一啄，
吃口饭，喝口水，都有一定因缘的。不过咱没去分析它。因为在你闻法的时候，我经常跟大家讲，佛为什么要说经？我们为什么要听经？为什么要学经？如果你找找这些个原因，我们经常说业障海，业障海怎么来的呢？找找它呀。那一般的说起来是妄想生，咱们一切业都是妄想生，没有体性的，打个妄想，光打一个妄想，打完了就过去了。那这个妄想跟着不断，一个一个一个，那就把你催的呀，就催走开了，走开了。说有病，每个人都有病，大大小小。他不大小太痛，他克服了。病一定要治。啊，这个妄想一催的你，你就治了。在太原治不好，到北京治，北京治不好，有了钱了，把你催的呀，坐飞机到国外治，到国外还是治不好。举这个例子了，是啊，说你如果没有疑惑，那你智慧很大的。为啥？我一切我能判断，我能解了，没有疑惑。例如说我们现在讲这段天古说的，这个随好大多是天古说的，现在可能我们倒有糊里糊涂的，老和尚你说啥我们就听啥，他没有追究一下子。天古怎么能说？那咱们这古怎么不能说？例如说，山也在说法，树也在说法，外头所有的环境都在说法。那跟天古说没有差别啊，一样的。咱们前头讲，广大入法界，必中入虚空，因为空，天古能说，因为空，你能闻到；如果不空呢，你闻不到。懂得这个道理了，所以就明白这个天国，天国啊，天国。他说：“住天子啊，你们要晓得入我天国。”天国自己说：“我只是个国，可是斗碎天的国。”说我们这个国，他说：“我是普罗斯的国，我不是妙吉祥寺的国。”那我现在跟你说普罗斯，他就不能说到妙吉祥。那斗碎天的国只能说斗碎天，他不能说别的。但是啊，不是他说的，不是他说的，他就骗了，骗了。谁说的呢？这是讲的毗卢遮那好，好说的。毗卢遮那好是什么？是什么？是毗卢遮那三昧。咱们前头净讲三昧，那天古就是毗卢遮那的三昧，三昧所显现的。
那天狗跟那猪天子说像我天狗，我跟你们说业说报说行说戒说喜说难，乃至说住三昧。我这个说跟诸佛菩萨说一样的呀，诸佛菩萨也如是说呀。乃至说我说我说有说众生说贪嗔痴诸业，实实在在是什么情况呢？实实在在是我所什么都没有，没有作业者，没有作业的趋向的六国六道也没有。说你把这些个报行戒喜难三昧，我所众生贪嗔痴种种这业，你推求一下，实实在在说呢，没有我，没有我所上头所说的，乃是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六道六趣，没有，喜不可得。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前头讲的，广大入虚空，毕竟无所有。有时候我们经文上说，广大入法界，毕竟入虚空。法界是心，心没有，一切法不立。虚空，虚空也法律，也没有什么真，没有什么书，没有什么假。那我们从什么下手？有时候说真有，那假的就没有了，假的就隐了。那说假有，假是有的，真就没有了。现在咱们呢，是假的都有，真的都没有，真的就没有了。这叫以假为真。真。现在我们翻过来了，要修道，要对着业报，对着业，对着报。业是因，报是果。是吧？业障。报账，把这个账要消失。怎么消失呢？行善止恶，难一些众生，欢喜一些众生。观无常，观无我，观一切众生，观无众生，修定修慧。那这就是熟体力了，真体隐了。单有言说都是属于说宗。那么就是把这个一切幻有，咱们所说的幻有，这就是熟体。熟就是四间法，四间法的真理。四间法真理就说到空性上去了，那没有性体的空真如空理，那这才是真的。那贪嗔痴烦恼障，障得住空吗？你直接悟空理，一切障碍没有了，这圣意体没有，这是如的全有。这叫依他起骗己智，这佛教的术语名词了。那完了，这个这骨啊
古又说了，说祝天子啊，你们研究一下，观察一下，譬如我的生，祝天子，譬如我生，不生不灭，我这个声音是不生不灭。但是我这儿说的，他造恶的诸天，这天古说法并不是都能闻到。什么样的众生闻不到呢？造恶的诸天不闻于声，他听不见我的声音。造恶的，恶给他止住了，他闻的是什么音呢？地狱。六道之声，他微闻以地狱觉悟之声，是吧？一切诸业已复如是啊，非生非灭，有因就寂了，有寂就有了，随有修寂，修就是造业啊，就是做。做了就受报，再受其报。那你造大业的就受大报了，造小业的就受少报了。本无生灭法，闻即有生灭呀。本来这法不生灭的。但是呢，做了业了，做了业了，生了。这个生是假的，生即无生啊，随遇而生的。那我的声音不生不灭的，但是那些住恶的住天呢，他听不到我的声音，照的恶给他障住了。那造恶的住听到什么呢？地狱，听救护声。那为什么？为什么啊？闻到如毗卢遮那的光照，光就是代表声的光即说法，他就从地狱升到斗率天，升到斗率天就闻这个究竟法，闻到究竟法就入实地，就入这个现代这个法，闻到实地，从极乐到极散，什么原因？是吧？一切诸业已复如是啊，非生非灭，随有修寂，再受其报。那这一类的众生，在地狱最恶道的时候，见着佛的光，受化，一受化就到了生了斗率陀天见佛，闻了法就顿成实地，那是的。叫他无量劫的因呐、因成熟了，因熟果际，果现前了，果现前。那么比起来说，我们现在没有下地狱啊，不但在人道中，在这个恶世末法作事。我做的是末法的末法世界那现在闻着也闻着天人说了，闻着古说了，这古说的法我们都闻到了，它变成文字了，我们用文字说你讲解呀、为什么不能够不说登实地了，为什么不能断生死？业没成熟，
比如说我们那蒜叶呀还没有成熟，那生一种警觉性，但是我们这样种下去啊，总有那么一个时间，闻到天谷也好啊，天阴药也好，闻着就能开悟了，也登实地。那我们在现在这个阴成熟了，什么时间成熟了呢？这不可预料的，不是估计得到的，也不是想象得到的。同时天子犹在说，这个古犹在说，祝天子，如果天古说出的音声与无量界不可穷尽，还没有间断，要来要去皆不可得，要有来去呢，那咱有断肠，有断见常见，这不是佛所说的法，一切诸佛终不言说有断肠法，佛言说法非断非肠。那下头加一个，除为方便成熟众生，佛有时候也说断肠，也说断，也说长啊，那是成熟众生的。也就是说，断烦恼这是断，证菩提，菩提是长，断烦恼证菩提就是断肠二见。佛有时候说，但是这是方便。断非断，长非长。那么诸佛无量劫就演说法，即非断也非长，即非来也非去，一切法不可得，要有断可得，有长可得，有去来相，那不是佛说的。但是佛利益众生，要成熟众生的话，有时候也说断说长，说断烦恼证菩提。但是佛又把它说圆融了，说回来断烦恼无有烦恼可断，证菩提没有菩提可得，断即是长，长即是断。这是对着哪一类机说的？对着缘机，佛可以这样说。对的不是缘机，佛不是这样说。那佛跟我们说，苦啊，真是苦啊。苦没有啊，苦根本不可得。什么叫苦啊？那什么叫乐呀？相对而言的，有时候双破，即破断也破肠，一切法不利，就是双利，双利呢，即利断也利肠，这才叫圆融。天鼓发出音声，说我这个音呢，没有断的时候，没有不说的时候。尽无量劫，无量劫没有穷尽的时候，也没有间断的时候，也没有来也没去，听到了音声来了，没说了音声去了，皆不可得呀。要是有个声音的来去，有个断有个长，这不是诸佛说的，但是嘛，为了方便成熟众生，佛有时候这么上说，但是说有不是长，断非是断。说我们说空见，说空，
正在空的时候，那不是断了吗？佛说空而不空，不会断。佛说有，不是常；佛说有是非有。现在啊，我们在生死当中，佛跟我们说的法要了生死。有个生可了，有个死可了吗？根本没有生死，没有去来相。我们说空，空可断吗？空不可断，即是常了。人说空吗？还有什么常吗？空即不断，但是空的有不是常啊，空的有是非有啊。空了吗？还有什么呢？诸天子，譬如我的身，是天古说的啊。天古在这演说法，说我现在的声音，能者在无量的世界，随众生心，皆是得闻。那一切诸佛呢，也复如是啊，随众生心悉令得见，随众生心，都量众生心，要想见，能见得到。但是，见佛是心见，是知见的见，真知那个见。心外无有佛，佛外也无有心。声音现在天人讲，我这个声音，我这个声音，说我这个声音长的不可以，不长的不是长的，说断的也不是断的，但是众生心讲闻能闻得到，得有缘，无缘闻不到。就像一切诸佛，众生心要见，悉令得见。为什么有见有不见？缘不成熟。诸天子。假比喻说啊，如果有个玻璃镜子，这个冰璃玻璃一个玻璃的镜子，一面镜子了，就是它名字叫能照，能照。把那镜子擦得干干净净的，清净见彻的，嗯，那于十法界无量正等无量无边诸国之中，一切三寸一切众生，乃至地狱、畜生、恶鬼，所有的影现皆于中现，就是十法界都能在这个镜中的玻璃的镜子显现。那呢，这个镜子得是清净的，镜面上没有灰尘，没有污染，才能见彻。嗯，这是比喻的说。说你的心呢，要能达到与虚空等，就是清净玻璃镜，能都照一切。嗯，那这是有啊，是无啊？镜子里没有啊，镜子里没有这些影像啊，来了它就现。嗯，有相了就是有，相无了，那镜子也没有现了。镜中所显见的山河大的一些事物，是有啊，是无啊，是真的是假呀？你说假的，在镜子里看得很清楚。你说它是真的呀？那是影像，
不是真的，是镜子到相中去了，还是相到镜中来了，都不是。要么受报，说因为起祸造业生了，那就是祸业到报中来了。而受报，受报就是前头那些业。咱们现在有这感觉吗？说我这身体是受报，说我造的业在哪儿显现呢？你现在就这个身体，没有你过去造业的现象。报是从祸业中生的，那现在你祸没有啊？那报有啊？那个祸那个因没有，感染果了，果有啊？果有因断了，他有造因呢、啊，因造又来的果呀，能在这里找个来去吗？说例如杀人。杀了人了，受了报了，受了报了。那杀人的那个因，怎么到报里头来的呀？今生说今生啊，一般的说今生只说今生，他不说来生的。佛教讲这个报，这个身必有个因呢、啊，因怎么进入的？报没了。报没了，因又怎么消失呢？是吧？是受报的时候是业所生的，这个有个来有个去吗？能在这里找个来去吗？没有。诸天子一切诸业已服是这样的，比如那幻思，它是幻化或迷惑人家眼睛，幻化的迷惑你的眼睛，是吧？人呢、啊，说家庭啊、眷属啊，就这都是迷惑的现象。等一没有了，人们说凤去楼空啊，什么都没有了，空了，一切诸业已付入事，说的体相虚妄。现在虽有而无，一定是坏的。咱们看电视、看电影，编那个近代的事情，和满清啊、西太后啊，什么大家都知道的，因为离不好久，知道的。但是现在呢？现在你要找过去的100年前的影子全部没有了，只能看相片儿，看相片儿是假的。那你现在再看北京，我的当生啊，不是，我20来岁北京跟现在那个北京没有了，现在北京没有那个时候的北京，形象全部没有了。这叫什么呢？咱们说的是虚妄无实，可随时变化，随时不同。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现在没有，可能又出现了，出现了不是他。你能够入世观一些法，看一些法，来看你的祸，过去起的祸，所造的业，你能把它看成如梦幻泡影，
只有真实知，说我们忏悔忏罪，这叫真实忏悔。忏悔，真实忏悔。那么这样忏悔呢，一切罪恶悉得清净，一切注意都入世，一切助业、助业祸、助业的果报，一些罪孽，悉得清净。那我们以这段的经文，跟我们所宣的啊，以前所宣的，再加你经常把它运用，广大入法界，毕竟入虚空。对，人镜子所造的事物，一切山川大地，这咱们没有谈，没有预见，可能你们从这想象吧。说那个海啸啊，地震呢、啊，大地变化呀，咱们又是牢固的不可变化，一个泥石流变化了。这是咱们因为很坚固的，不是百年变化的，或者一两千年，但是它原成熟了，山水一爆发，完了山就变成泥石流了，山就没有了，是吧？一量的一切的果道、山川、大地，乃至于众生吧，地狱鬼畜生，所有的形象。就前面所讲的，在那镜子里头啊，现来现去的，没有，镜子里头一个也没有，只是影像。人生就入世观，是幻化人的见，人家的眼睛所看见的，一切诸业都是入世的。国里的所发生人，让一切众生要入世之啊，这才真正的忏悔呢，一切罪孽悉得清净了。就是鼓演说这个声音的时候，百千亿诺亚土诸佛刹微尘入世界，斗帅托天诸天子，好多个斗帅托天嘛。天子有这么多，百千亿诺亚陀佛刹微尘数的都算托住天子，成道了，得了无生法印，是鼓的声音，闻鼓的声音，成道了，得无生法印，无量不思议。阿僧祇六欲天子，四王天、桃李天、夜摩天、斗帅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六天叫六欲。所以六欲天中所有的天女、蛇女身，发无上菩提之意，发了菩提心了。再一段是鼓声，鼓在说法，是鼓的声音吗？毗卢遮那三昧，这就叫毗卢遮那三昧，以三昧力而发出的声音。那你说这三昧，天鼓说也可以，天宗说也可以，风声、雨声、钟声、磬声、鼓声，一切声音都在说法，都在说法。尔时诸天子闻说普贤广大回向，得十地故，
怀肉力庄严三昧，以众生寿等清净三业，毁除一切诸众障垢，极尽百千亿诺亚陀佛刹微尘数，七宝莲华，一华上皆有菩萨结跏趺坐，放大光明。比丘菩萨一一随好，放等众生数等光明。比光明中有诸生数等诸佛结跏趺坐，随众生心而为说法，而有为现离，而有为现离垢三昧少分之意。而是比如天子以上众华伏于身上，一一毛孔化诸众生等诸妙华云，供养毗卢遮那如来，此以散佛，一切皆与佛身上住。说善的花呀，都在佛身上种，住就供养了啊，供养了。这是见佛所得的利益，见佛的人。这一段呢，说什么得的法仪，包括鼓声，这鼓声夹杂里头的。这是行普贤横的三昧的力量啊！这个总说就是见佛的利益得到实地了，进入实地了，把前头的都包括了。嗯，但是经常你们看到注解，看到咱们这个清凉国寺住的《华严书钞》里头说。这个净义华义啊，净义的华严经，跟那唐义华严经，不管净义也好，净义上有的，唐义上没有，那唐义上有的，净义又没有，不论前头翻译的，后头翻译的都不完全。华严经到了我们这个东道。仅仅是少分，少分。大家看着那个三种华严，就是龙树菩萨到铁塔里头取的下下品，下什么？在印度就没有取全，翻到中国来更没有全。有时候你看着注解啊，看着说他标上了。说这个净义的有，唐义没有。说现在你咱们所学这个没有，在净义经上有，或者一个字啊，或者一句话呀，但是呢，我们只取它的意义就好了，不用在文上啊去计较它，我们只取它的大意，像我们现在学的唐义。就照唐义说，说这些天子得到三昧的少分的力量，那真是感动的，就是以一切花、一切的所有供具供养毗卢遮那佛，拿这个善佛，含这个注意呢，就是。得到佛的舍受，完了时候用普贤菩萨广大回向，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第十大愿呢，广大回向，他们怀得很多的三昧的力量，这个是指着见佛的力量啊，
一普贤的三昧的力量加持他们，他们见着毗卢遮那如来了，见着春如来了，就是散花，花就供养的佛，在佛身上住，就供养到了。这就应该说，在近义上说，闻说普贤广大回向，就证得实地了。那么的呢，怀得了甚多的三昧，真多三昧。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1.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2.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企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3.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4.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为什么说持戒这么重要呢？因为只有戒律清净，才有可能获得暇满的人生。那么这里的戒律啊，特别指的是十善戒，同时也包括别解脱戒。按照灯论中的说法，菩萨戒也是如此。有关戒律方面的内容啊，在后面的课程中会再做讲解。总之呢，只有通过人生呢，才能够有机会持戒。在《大方便佛报恩经》中是这么说的：凡得波罗提木叉戒者，以五道而言，
为人道德界，于四道不得。如天道已着乐故深重，不能得见。这里的波罗提木叉戒指的就是别解脱戒，意思就是说只有投生人道才能得戒。经文当中啊，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啊，我就不念原文了，用白话来讲一讲。在佛陀时代啊，目犍连尊者的一位弟子得了病，于是呢，目犍连就以神通飞到倒立田去找齐婆帮忙。齐婆生前是一位名医，也是目犍连的弟子，死后呢投生到了倒立田，所以目犍连就特意飞到天上去找他。到了天界的时候呢，刚好赶上天人们成群结队的前往欢喜园，而目犍连尊者就在站在路边，所有天人一一从他眼前走过，可是呢，没有一个人顾得上看他。齐婆在人群的最后面，也正好赶过来。他看到目犍连脸在路边，于是呢就挥了挥手，可是呢却没有停车，车子直接从尊者前面开了过去。这个时候呢，目犍连心想，他原本是我的弟子，如今呢享了天福，感受到了天乐，却忘失了本心，于是呢随即就用神力强行让车子停了下来。车一停，齐伯便走下车，恭敬地向目犍连行了一个礼。而目犍连呢就各种责备他，说他这样做实在不妥。齐婆听后回答道，念我曾经是您的弟子，所以刚才向您挥手致意。您看看啊，其他天人有人向你打招呼吗？做天人太享受太快乐，其实心中并不自在，所以才会如此。然后呢，目犍连就问齐婆，我的一个弟子生病了，应该要如何医治？齐婆答道，只有断食才行。所以呢，在经文的后半部分，佛陀是这样解释的，凡受戒法，以勇猛心，自是决断，然后得戒，诸天着乐心多，善心力弱，何有得戒？恶鬼以饥渴苦，身心烧染，地狱无量苦恼，种种苦毒，心意痛浊，无缘得戒。畜生终以业障故，无所晓知，无受戒法。虽处处经中说龙受斋法，以善心故而受八戒，一日一夜得善心功德，不得戒也。以业障故，以四天下而言，为三天下：阎浮提、耶尼、佛婆提，即三天下中间海州上人，一切得戒。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外在的身体，还是内在的精神、思维能力等等各方面的能力和条件，都让我们拥有了其他众生所不具备的优势。不仅我们行善持戒，还可以闻思实修。所以说，无论是我们的人生还是人身，都是
修学佛法最好的状态和载体。修行佛法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训练，而融入在生活当中的修行，意思是要我们随时根据佛法的教授来调整和敦促自己的行为和状态。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去独立思维，自己琢磨，通过人生中生活里面的各种经历和细节去发现和领悟佛法的内容。换句话来说的话，要让佛法教在我们心中主动的升起，而不是被动的接受。佛法应该是从我们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的一种认知和认同，而不是把经论当中的内容硬生生的灌输到脑子里面。这是填鸭式教育，学佛不是这样的。上师和经论都只是引导，重点是要我们自己去想明白其中的道理。这就好像一道数学证明题，佛法教授的内容就像知道题的结果，等式的右边我们要做的是要去证明这个结果，而这个证明的过程才是解答这道题的关键。修行佛法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训练，而融入在生活当中的修行，意思是要我们随时根据佛法的教授来调整和敦促自己的行为和状态。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去独立思维，自己琢磨，通过人生中生活里面的各种经历和细节去发现和领悟佛法的内容。换句话来说的话，要让佛法教在我们心中主动的升起，而不是被动的接受。佛法应该是从我们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的一种认知和认同，而不是把经论当中的内容硬生生的灌输到脑子里面。这是填鸭式教育，学佛不是这样的。上师和经论都只是引导，重点是要我们自己去想明白其中的道理。这就好像一道数学证明题，佛法教授的内容就像知道题的结果，等式的右边我们要做的是要去证明这个结果，而这个证明的过程才是解答这道题的关键。所以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侠满人生难得，这是一个答案。我们不能去死记硬背，或者强行把这种概念附加给自己。重点在于呢，我们要自己去体会这件事情，然后呢，由衷的、主动的、发自内心的升起这样的一种想法和观念，这才是最重要的。